王子维积分较月初少掉2240分，排名跌出世界前十名之外。资料照取自大会官方脸书。体育中心综合报道，由于羽协作业疏失没报名，台湾选手王子维无法参加上周的中国顶级超级赛。最新世界排名显示，王子维积分较月初少掉2000多分，跌出世界前十名之外。最新世界排名显示，中国顶超赛男单冠军陈龙名次升至第四，亚军安赛龙积分再增加坐稳第一。我国羽球一哥周天成八强止步，世界排名下滑至第七，王子维则是相较月初少掉2240分，排在世界第十一名。中国战士羽球赛季最后一场顶级超级赛是增加积分的大好机会，王子维却因为协会作业疏失，国家队总教练没报到名，不仅错失国际职业积分，恐也因此无法参加杜拜年终赛。羽协先前已对失职人员给予口头警告，并亡羊补牢，建立未来国际赛报名标准流程。最新男单世界排名。一、丹麦安塞隆795802，南韩孙完虎743983，印度斯里坎特734034，中国陈龙692965，中国林丹687466，马来西亚李宗伟666447，台湾周天成657918，中国史雨琦609479，香港伍家朗601210，印度普兰诺伊532851，台湾王子维51090。